舰长莅临。状况：本舰动六动动，接获海军司令部命令，前往金门海域负责撤退金防部陆军官兵。海象：阵风四级，大浪五级，是出远门的好天气。看来任务有风险，但我们仍然要保持乐观，不是吗？士官长全舰播放海军军歌。遵命，舰长。舰长接触，什么情况？布雷达手发现解放军驱逐舰，我已采取主动措施，保持敌舰在飞弹锁定范围内，以防任何威胁。舰长，台湾军舰，台湾军舰，你们不可以靠近中国海域，你们不可以靠近中国海域。通知司令部左营舰遭遇恶意拦车，非得要这么讽刺吗？谁叫司令部把我们当 Uber？ 还有别的船只吗？战情中心正校准雷达，但还无法确定不明船只。我来，目标距离15海里，方位在我方海域。作为副舰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雷达无法定位的船只。在我方海域，所以不是解放军，而且能干扰我们雷达的这种反制能力，那不是不明船只，是美国人。美国人，他们要出手。不明舰只有无线电回应，蓝领号指挥舰报告，第七舰队的旗舰。我方海域出现美舰伯克级，看吧，家长来了。Taiwan vessel, this is the USS Weston, DDG-89. Please respond. This is Davis Line, you should withdraw immediately. Do nothing absent provocation, understood? 虽然美国人派出了旗舰，但不代表第七舰队指挥官就在上沿。蓝领号有着特殊潜行模式，可能是为了让上面的参谋。我的天，我们从未见过。好大，估计超过万吨。解放军竟然有这种型号的驱逐舰，这种吨位堪称巡洋舰了。是否要提升红色警报？没这个必要。美国人在做功课，能让蓝领号出动的只有055。这是长级机动坐标，高度3000米。完毕，收稿，准备进入金门空域。二号，你的燃油状况？燃油 OK， 准备下降至2000英尺进行侦查。我的天，底下到底有多少人？超过3万人，金门人全都想回台湾。怪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听说超过3万人集结在了罗海滨公园。我不喜欢这样子。你太太也在里面。什么？什么？金防部官兵在现场发放物资与维护秩序。怕什么？解放军也不是纸糊的，他们等到的只会是失望。空军说，上万人在金门码头等住回台湾，这里再过2小时又会有更多解放军和美舰到。澎湖基地离这里15海里，本岛离这里100海里。如果解放军这时进攻，左营号很可能必须承受第一击，如果没有，那也只是何时的问题。我有个想法，士官长，我记得有2个通讯兵被你罚勤，可否把他们从战情中心叫上来？报告舰长，报告舰长。
听说你们在船上玩线上直播被罚钱，智慧手机上传要申请军用管制标签。一个叫小克，一叫母咪，对吧？船上使用手机要停用照相、分享和打卡功能。我雷舰长在外的名声怎么样？不好的叫，记过舰长升不上司令。好的叫，机车舰长。臭屁雷鲨鱼，换个你们听得懂方式，我要你们把中共战舰围堵我们的情形用直播发出去，办得到三天荣誉甲，办不到是舰长，我们马上办。为什么台湾人不认自己是中国人？为什么说台湾人是中国人时我们会生气？为什么台湾这么不喜欢中国啊？很简单，因为中国一边用飞弹对着你，一边出卖你。报告舰长，海面上出现多重目标，渔船是小型运力，好多看到直播乡亲全员出动了，名利无限。